当然请用茶。嗯，来，小川，你看看，这左公子的文章还真不错啊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看过他的文章，还好昨夜没聊到这儿，聊到这儿我都不知该怎么接呢。小川，过来。昨夜小川说的话甚得我心，所以大人我决定奖赏你，亲自为你喝茶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真不想去吗？小的对大人是忠心耿耿，昨日所说便是心里所想。当真？当真。小川，你看这茶叶漂浮在水面上，看似能凌驾于水之上，其实不然。水能载茶，亦能覆茶，茶叶需安分守己，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。什么事儿？说。之前大人一直说要送我一幅画，画完了吗？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就属你记得最清。怎么了？大人，你看我干什么？真受不了你，大人我已经很久没画画了。你都答应我多久了？真当我脑子不好使忘记了？我说了，大人没心情画。别啊！你都答应我了。我说了，大人我没心情画。大人说他没心情画。你看，小川也说了，大人我没心情画。我怎么了？你就这样莫名其妙对人家发脾气、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，改日我一定做幅好画给你，好吧？乖。傅九云，你以为我有心情伺候你啊？真是自大又浮夸的仙人。想想就生气，这条老龙也敢与本座来斗宝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那是，师傅的万宝阁里呀、啊，随便拿出一件宝物，就能让那白河龙王羡慕得够呛。哎，你知道咱们这香菊山哪件宝物最值钱吗？小的不知。喏。就是此画。哎，你说这作画的公子奇是何方神圣啊，竟有如此的才情。此前没听师父提起过这宝贝啊。哼，哎，玄珠刚送的，为了他那个乖戾的情郎。九渊，嗯，自从那臭丫鬟来了这府上之后，你就对我爱答不理，还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。怎么了？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就喝酒，一醉解千愁。我听说，昨天晚上左公子来咱们府了，他来干嘛呀？他来。他来是要我们的小川去做他的侍女。就那又傻又臭的土丫鬟还这么抢手、啊、
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那左公子跟你说了些什么吗？这次来看望九云大人和秦川姑娘，是因为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左某与贵府的侍女秦川姑娘实在是投缘，所以想请九云大人割爱，还请川姑娘到我那里做事。哦，这么看来，那左公子和那臭丫鬟还真有关系。九云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？我怎么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该忙忙你的去。你又凶啊！小川啊，你若真放下了，又何必着急避开你那眼眸的痘痘哥呢？小春啊，你若真想去左公子那里，你就去吧。大人，小的真的不想去，小的来此地就是想一心一意服侍大人的。左公子双目失明，你昨夜又当面拒绝了他，他多可怜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他对你好吗？大人，我今夜不回来了，你一个人独守空房，别做什么坏事。啊？我是说，本大人这里不缺丫鬟，既然左公子那里缺，你就去吧。金梅来了，干嘛呀？九云，吓吓我了。你这大晚找我，突然干嘛呀？找你能干嘛？喝酒呗。昨天晚上不是刚喝过吗？而且再说了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，大晚上呢，喝什么喝呀？去睡睡睡睡觉。你梅山郡也有不喝酒的时候。不喝。不喝。不喝。当真不喝？你今天就是弄死我，我也不喝。喝。一醉，方休。川儿妹妹，我在外面听到这个噩耗，九云大人怎么能这么狠心抛弃你呢？虽然我们相处时日不多，但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到了那边，记得常回来看我。我可真舍不得你，最后尽份力帮帮你吧。其实有空的话也不用常回来看看，你就定定心在左公子那儿待着吧。你说，我这几年还是有一些变化了吧？你看我现在何时还会为了那女子醉酒？你老兄说来说去呀，还是说的你的心梅。不不不。说我，即是说你，我莫要以为你莫要以为，不对不对，是，你，莫要以为我，
不知道你为何求罪。你知道？嗯。你什么都知道。大理皇室一脉和我大理所有子民全部惨死在异族手中，我便是要他一双眼睛也不够偿还他父亲的罪孽。我不能怨他。你也是受害者，他凭什么把怨恨报复在你的身上？你已经伤害过他一次，如果你爱他，求你放他一条生路。从此以后我与左子琛再无关系，不复相见。天下那么大，何处才能容下我青春？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晚上睡不着觉，想过来看看你。川儿，这池塘有什么好看的？二梦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说这人生为什么这么难啊？人生，干嘛问你啊？我觉得人生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没忘记当时我来香曲山的缘由，我就想着多赚点钱，让姨娘给我娶媳妇儿。那你的目标倒是很单纯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川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只有目标单纯才能办成事儿的。你这也想要，那也想要，你会忘记当时你最初想要的是什么的。会吗？嗯。啊，川儿，你来香曲山是为了什么？请师父授我法术，助我找寻灵灯，报亡国的血海深仇，拯救离国黎民百姓。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一定不会。你看啊，这天下仙山没有千座也有百座吧？是。那为何他此次偏偏独上香曲山呢？这是为何呢？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啊。
嗯，你还想得出来啊？好啊，说得好。好个屁！你的命数也要被改变了，劫数难逃啊，兄弟。劫数既然已经来了，那我还躲什么呀？雷山，既然我已经找到他了，我就断不会再让他受苦了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天下任我走。干！干！小春儿，我回来了，你有没有乖乖的？小春儿，哎，九云大人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小春呢？啊，我已经让他远走高飞了，离得咱们远远的。谁让他走的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的。嗯。是啊，我说的，我让他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明明是你说的，现在还怪我了。让他走他还真走。Thank you.
想不到，你竟是为这万宝阁而来。小川儿啊，你可真淘气呀、啊！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吗？为师不是卖关子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猜不到呢？再猜。师傅的宝贝如恒河沙数，轻而愚笨，可真猜不到。再说了。这是你送给玄珠的拜师回礼，让我猜什么？来，为师心里清楚，这些年若不是你来操持着山中的杂物，将我的香曲山上上下下打理的是井井有条，为师哪有那些个心思收那么多徒弟啊。喜新厌旧、厚此薄彼的事情，为师绝不会。这是徒儿应该做的。乖徒弟，走，挑礼物去。什么感受？传闻仙界就师父和白河龙王宝藏最多，今儿徒儿算是见识了。那白河龙王啊，都比不上您的一个小指头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去看看喜欢什么，尽管拿。师傅，徒儿都挑花了眼，更是不知道选什么了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慢慢挑。你不会看上乾坤袋了吧？哎呀，太过稀疏平常了，眼光放高一点。师父说的是，那徒儿去别处看看。哎，这就对喽。清晨殿下要我，灵灯怎么样？青青满意吗？师父送了我这么多，不会舍不得吧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师父说笑了。他是怎么了？伤成这样？开门，别让任何人进来，关门。
原来是左公子和玄珠姐姐呀，稀客稀客。左某冒昧了。我知道您来吧，是等小川他的答复的。这个小川他今有些不便，左公子您改日再来吧。那想必秦川姑娘就在屋子里面吧，况且昨天九云大人跟我说今天会给我一个答复，所以。他出去了，你待会儿再来。那我就在原地等他。说了不便了，方便了自然让你们见着他。子辰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既然说了在这儿等他，是也好不是也罢，今天就要有一个答复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依不饶的。放他们进来吧。走吧。秦川姑娘，左某略懂医术，让左某为您把把脉。左公子，我已差人去为他熬药了，况且山中的医仙也都已经来过。九云大人，昨日我离开之后，秦川姑娘发生了什么？没发生什么。子辰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他受伤了，而且伤得非常严重。到底是何等奸人所为？是我，小丫鬟洗坏了我的衣服，我杀他的心都有了。打他，哼，还是轻的。断不是你。是我，那又如何？我堂堂香曲山大弟子，责打自家小侍女又没打死，有何不可？玄冲，这就是你来求的仙人。傅九云，你昨日口口声声说要听着是你自己的意愿，你是不是已经动了要折磨他的念头了？没错，谁让他口是心非，嘴里说着会忠于我这个主人，可心里却总想着要去你们那儿。你怎知他内心所想？猜的。混账。左公子，你也是权臣家的儿子，难道没见过主人惩罚责打奴仆的吗？奴仆，好一个卑微的名字。也对，一个是师者连师尊都能杀，折磨一个奴仆算什么？玄冲，我们走，这个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待。小白，送客，请吧，二位。话说，连左公子也看上那小杂役了，真的？左公子和玄珠都去九云师兄那要人去了。那九云师兄真的给了吗？我可听说，那小杂役可是爬上了九云师兄的床呢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这小丫头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你们二人再乱嚼舌根子，我就拔了他们。退下吧。诺。看来这小丫鬟真是不简单。那傅九云，愧为香曲山大弟子，竟这般虚伪反复，无耻狡诈。我们还是山主的座上客，他竟这般无礼，真是太令人痛恨。之前我还道他那些实施者的传闻只不过是子虚乌有，但现在看来他应该能干得出来。明日我就把这件事情禀报山主，好好替你出口气。我要下山，别说仙人了，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令我心生厌恶。你听我一句，我们先把眼睛治好就下山，再也不去求任何人。玄珠，这香雪山你还下得去吗？你也别瞒着我了，从今天早上到现在，我听好几个人叫你大人了，你是不是为了给我治眼睛讨山主的欢心，已经败在他的名下了？是。你这是何必啊？双目失明是我咎由自取，
区区一个香雪山，值得女人去求全吗？九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啊！你要是这么闲的话，就把我那床天鹅绒的被子拿过来。啊，你这是要打算帮他养伤啊？嗯，怎么了？之前我就想说，现在我可忍不住了。早看出来了，说吧。他可是个危险的奸细，你不能放过他。这样啊，我看秦川去了后山禁地，就回来了。万宝阁可就在这后山禁地里。然后呢？我什么都想起来了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打破我的脑袋的。真的是他？你个小丫鬟，明明是人间的帝女，隐姓埋名来到香雪山，还以为别人都认不出来你啊！我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镜子。九爷，你是不是要把他弄醒，然后严刑拷问？没错，我就是要把他弄醒。但是现在，还不是动手拷问他的时候，我还有个更大的计划，需要留他几日，我自有用处。果然，果然。我猜你定有后招，等他醒了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折磨他，替我报仇。替你报仇？嗯。子辰，你没烫着吧？啊！子辰。这是我特意为你调试拼配的茶，你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这茶味可能入你的口。枸杞、红白菊、桑叶。决明子、薄荷。这些立木的东西一个都没少，你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是个瞎子呀。青青大人到，快请。见过青青大人。玄珠妹妹，左公子，莫要多礼。山气西家，琼花海的夕颜是才开了，我想邀妹妹一同去黄昏的琼花海赏赏花，你看如何？我夕颜壮景，更遑论此处又是仙居福地，花更不是繁华。我若不瞎，肯定也会去的。你莫要辜负了青青大人的一片好意。去吧。左公子所言甚是。我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
醒了，那就把药喝了吧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就记得，我们最后在一个全是白色的地方。我来告诉你，你昨晚干了什么。你昨晚奉我之命上山采果子，一个人在山中迷失了，不幸跌落悬崖，不省人事。懂了吗？哎，你这个丫头真是毛手毛脚的。行了，你好好养着吧，大人我去休息了。傅卷云，大胆！我明明是去了万宝阁偷东西，被困受伤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替我掩藏？你昨晚奉我之命上山采果子，一个人在山中走失了，不幸跌入悬崖。我要听实话。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告诉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。